里面有一个这个铁环，白色的。脱下来的时候就拿起来抖一抖，它就归位了。不要这样子的，哎，这样子我们找不到脚在哪里啊，会不会找不到啊？对，所以要拿起来之后抖一抖，就 OK。然后这个前面会有颜色的是脚，要放脚的地方。把手伸进去，就像穿衣服一样，记得哦，脚要先放哦，哈，来脚，来左脚，来右脚，好，起来，来右手，像穿衣服一样，有没有？感觉在背包，也在背包包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这个啊，这个就是穿过去之后它就会扣住了，大家都穿一下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完了之后啊，要戴手套。对，就是不是树皮哥，是绳子会摩擦。哦，然后记得哦，我们手套皮面是在手掌心，绳子很紧。外面布面是在手背，这个叫脚绳。脚那只马都给。脚绳就是什么踩的？踩脚的。脚踩的，对不对？脚绳它有一个小耳朵，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个小耳朵。等一下一踩的时候，它会变很紧哦。嗯。哦，所以你要上来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耳朵稍微拨松一下，哎，它就变松了。哦，不然它往下的时候它会很紧哦，会不好动，所以当它很紧的时候拨松往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好，那我们要上去的第一步啊，哦，第一步先把脚踩进去，好 ，OK， 然后两只手啊，两只手都在这个的下面，好，踩上去的时候我们右手都要往上推，你看它等一下上去是用手拉上去还是用脚往下踩啊？好，眼睛要看好，要观察好哦。有没有？把脚不出力？有。有哈，脚要往前出力，往前还是往下？下。往下出力才会上去哦。你是上面的人对不对？你要先把那个脚绳啊，就是那个芋头颜色那个绳子啊，先把它弄松。好，这个弄松呢，往下丢下来，滑下来，这样子 OK 吗？啊，然后再来，我们下面是不是有打火结？就要全部拉开。对。所以要有两个人拉着，要不要试试看？喂，好，稍微拉着这样，好，不用急，不用，等一下大家都拉得到。好，那拉的时候要拉很紧吗？因为拉很紧，他也下不来，所以要有点松松的，他等一下下来会往前滑，可是他忽然间很快，所以要往后拉，这样子。好，来下来的时候啊，我们看上面有五圈绳子。好，他有这样子，1、2、3、4、5，有没有五圈绳子？下来的时候啊，用这三个手指头抓着前面这两圈往下拉，它就掉下来。好嘞，轻轻的。好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如果你这样子没有力量的话，你可以整个手掌握。可是啊，要控制一下力量哦。很大力的时候，它就会很快。好，下来。放下来。你要，你要慢慢放。你要下来了。走。哎，它要下来了。哎，老师。我还没打到，什么打到？上面那两个圈圈有没有？后面要帮忙拉，后面要帮忙拉绳子。还好吧，我老师你这边太轻了，因为他脚没有释放正确的力量。对，脚踩地板有没有？踩地板用力的，用力，对，然后推，赶快推，这个就可以推上去了。不要先放出来，来一次，背啊，好，推，这里会好，你要把它松开，然后这里推。对，很好。然后这样子就是运动。好，一堆火力，好笑。好大的超级大火力。不要。拉出来，叫你念好玩。